谢谢啊，谢谢护士。爸，双双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没什么事儿，轻微骨折，打两个钢钉，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？是我告诉他的，林老师，这事林爽早晚都会知道，你就不应该瞒着他。嗨，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，把脚给摔骨折了。有这种事儿，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？反倒麻烦人家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没那么严重。你说你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，还得带着果果，你两个要命的公公婆婆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儿出来，够烦了。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。啊，没大事儿，放心吧。谁呀？快接吧，快接吧，万一你有正经事儿呢？接一下。喂，你医生不晓跑哪儿去了？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，你就把他扔下不管了？你这太不像话了吧？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泪人了，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喂，你说话呀。我爸骨折住院了，我现在在住院部。我以为回国了，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，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在专业上较量一番。林爽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这些年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来，再往前走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来，方向盘做打到，到到到，哎，慢一点啊，到到到到到，好，停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主要您旁边这车看起来挺贵的，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，咱俩都麻烦。是。哎，先生，我今天看车，这车见的可少啊。哎，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这车，反正比我的车贵，啊，比你的还贵啊！你们老两口可真是好福气啊，不光女儿孝顺，连学生都这么贴心。是呀，我们顾许啊还很优秀呢，年纪轻轻的就当了 CEO 了，还上福布斯榜呢。爸，怎么样？贝明来了，还疼吗？哎，还好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出这么大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和林双，还是林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。告诉你有用吗？林双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，能有时间吗？嗨，没事没事，这不顾许在呢吗？他在也一样啊。顾许，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。嗯，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高中的时候啊，多亏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，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。有这份恩情在，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。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。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？不走了，决定留在国内了。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？早就卖掉了，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。不用再为钱操心了，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哎，这一点啊，我还是支持顾许的。这年轻人啊，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，他不能总向前看，是不是？林老师，哎，这么拿着方便的。哎啊，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？撑不下去了吧？顾许，谢谢。那在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。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，我好心里有个准备。
不然你听他说那话，你不觉得特别的虚伪吗？啊？谁不想财务自由？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？他削那苹果，给爸一块，给妈一块，也让医院里的人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。停这儿了，先下车。哎，一会儿你回家，说点好听的啊。爸妈年纪大了，老人嘛，你得嘴甜点，哄哄就好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不打招呼把他俩扔在医院，那都是不礼貌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干嘛去？我加班去啊。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。咱俩不说好了吗？我主外，你主内。知道你辛苦了，我也不想加班，公司一堆烦心的事儿，可我不去没钱赚呀，谁养家呀？我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不就是为了给你还有果果给你们遮风挡雨吗？回去吧，啊。遮风挡雨，岂不知很多时候家里的风雨更大。中药给你热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林爽，刚才我和你爸爸换了衣服，你去洗一下吧。啊。林霜，你脑袋坏了吧？竟然辞职做家庭主妇。如果你觉得照顾不过来小苹果，可以请保姆啊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可以提前退休，我帮你带。妈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。事业嘛，想继续随时可以继续，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这是我跟魏明一起商量之后决定的。我来问你，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？为什么改变人生轨迹，做出牺牲的是你林霜？魏明牺牲了什么？既然有人要牺牲，不管是我还是魏明，那不都一样吗？妈，我全职在家就是3年，就最多3年。你等小苹果上了幼儿园之后，那我再重新回来工作就好了嘛。说说爸爸妈妈呢，一向支持你的决定，但是这件事儿，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考虑。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，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你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让你实现自身价值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不是让你去为人家洗衣服做饭，在家庭琐事当中消耗你的青春和才华。那照顾孩子，经营好一个家庭，那也是一个成就啊。你们不能这么看清全职主妇的价值，就是因为知道做一个全职主妇牺牲有多大，
有多不容易，所以才担心你啊。这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了，哎，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？万一真有一天你跟魏明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你该怎么办？真到了那一天，你会后悔的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就算有，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择。真的很不公平，成为母亲后，仿佛连说后悔都是有罪的。我多么希望可以不后悔，多想相信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可是这些话，就算我对旁人说上无数次，也无法骗过自己。是的，我后悔了，但是后悔不代表认输。妈，今晚你回去休息啊，我照顾爸爸。魏明爸妈已经回南山了。不用了，我们请了护工照顾你爸，这样呀我也放心点儿。护工很难找吧？嗯，还是姑许帮忙，不然的话有钱你都不一定请得到。爸妈，姑许吧，毕竟是外人，咱不好总麻烦人家的。姑许怎么算外人呢？老张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请护工的钱啊我们都已经给顾许了。还有你这每天带着小苹果忙里忙外的已经够忙的了，对吧？就别天天往医院跑了，我这也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就回家了啊。没事儿，挺没底的，我觉得我表现的一般，要是别的公司也就算了，这可是磐石哎，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，像我这样的肯定没戏。嗯，等会儿见啊。我刚才听你说磐石啊，磐石在公开招聘吗？是啊。哎，姐，你也知道磐石？我有一个表妹是学 IT 的，我帮他问问。哦，磐石这次招聘的是研究院的助理岗位，可以接触到行业内的顶级大拿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，岗位特别难得。要是能在磐石的研究院里干上两年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都可以随你挑了。慢点，慢点，他去。走啊，走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去磐石坐哪部电梯？前面的第二部电梯。你好，请问面试是在这里吗？进门右手第一间会议室。刚才是最后一个吗？啊，对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研究院助理的。是这样的，我刚知道面试信息，还没来得及去报名，但是简历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霜。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州大学计算机科学。我打断一下，你是2015年毕业的？啊，是的。我们研究院助理这个职位呢，现在只招收应届毕业生。抱歉，你并不符合我们的面试要求。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跟年轻人一起吃苦的准备。不好意思。
完了完了，丢死人了！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好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了。是不是？哎呀，一会儿还要当着全公司的面做报告，我要不是遇到你，我真的是丢人丢大了。没事的，哺乳期渗奶很正常。我哺乳期的时候啊，在街上听到婴儿哭，胸口就湿了。这怀孕的时候，我以为卸了货了就完事儿了，可等生完孩子才发现，这万里长征啊，刚刚迈出了第一步，哪想到苦日子还在后面呢。你该好了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哥们儿，帮我按一下八楼。啊。听说了吗 ？CEO 人选定了。谁上去了？空降的，蒲柳的顾许。而且咱 boss 还说了，只要他肯来，条件随他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出国度现在啊，我见多了，都是徒有虚名。哎呀，我看大 boss 这回啊，是要花冤枉钱了。哎呦，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啊，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我的。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这点面子少给。我的吗？谢谢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小鱼小虾的，这以后我还得靠你这 CEO 罩着。你这谦虚过头了。走吧，大 boss 找你。哎，干杯！这次的展会能够成功举办啊，全靠大家的通力合作。今天的例会呢？你好，我想要一杯咖啡。今年年底的年终奖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冯凯这次啊，不仅把这展会办得特别漂亮，而且呢，也不知道用啥办法，把公关公司人年费还砍了个对折。这次吧，是在大老板面前狠狠露把脸，现在背地里都说啊，上边更看好冯凯升为 VP。瞧着吧，咱们魏总就要发力的。给咖啡。谢谢啊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啊。到哪儿了？我们在门诊楼这等你呢，快点啊。说些什么都办好了。魏明什么时候来啊？快了吧，我刚给他发微信没给我回。哎，不急不急。老婆，我这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，辛苦你和爸妈打车回家。爸妈。嗯。咱打车回去吧。他不是马上到吗？干嘛浪费钱呀？公司开会来不了。哦。真是的，好不容易麻烦他一次还这样，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。那以后还了得、啊！哎呀，年轻人忙正常的，打车也不是不好打，装上打个车怎么回事？哎，林老师，顾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今天有空，就想看看您出院需不需要帮忙，我还怕我来晚了呢。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，真的。合适，来来，帮我拿一下。我扶你啊！哎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，松手松手吧。哎呀。哎呀，人差不多了哈。嗯。好，那我宣布两件事儿啊。第一件事儿，下周末是咱们公司的团建，魏总呢跟上面申请把这个团建的主题呢定为家庭日，大家可以带上家属，由公司买单。耶、yeah ！好，我说第二件事儿啊，
考虑到咱们公司呢有一些单身的同事，比如江喜，魏总特意交代了，怕你尴尬，你可以不去，申请折现2800一个人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就这两件事儿。安姐，来点儿。哎，刚开会你们听到了？啊，听到了。几个意思呀？团建，团建。嗯。什么是团建？就是大家一起联络感情，培养默契。但是你说，魏总这次居然点名让江喜别去，刺激。你说，他到底是哪儿得罪魏总？归您上去。哎呦，顾姐，你行吗？哎，没问题，你放心是吗？放心啊。好嘞，跟我吧。没事没事，妈，你走，那你自己啊。哎，我来。成了。哎，逞什么能啊？来，我来。什么事情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姐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就是最近吧，公司有人传你的闲话，说的可难听了，还说你曾经勾搭过魏总，不过魏总正人君子，没着了你的道，所以他现在才不待见你。他们说的这些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了，可是别人就不好说了，这闲话编得有鼻子有眼儿的，在公司都传遍了。姐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这也太歹毒了吧！没事儿，都是瞎说的，别放在心上。想我了？为什么团建我不能去？家庭日，林霜会去的。我不让你去是替你着想。你去了会开心吗？是不是以后只要他一出现，我就要回避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大光明地站在你身边？我跟他就是逢场作戏。你要这些虚名有什么用啊？我整个心都在你这儿。听话，好好工作。欲速则不达。如果受伤了，你的心情只会更差。谁说我心情不好的？不用人说，都写脸上。方舟团建你去吗？是。那种无聊的活动，我才懒得去呢。是你不想去，还是魏明不让你去？不去这次团建，我可以得到补偿2800。那边是虚伪又无聊的应酬，我当然选钱了。魏明的话你信吗？我倒是觉得，
他这次说的是真话，只不过他说了一半藏了一半。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，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防微杜渐。你什么意思？万一哪天艺术展的事儿再次上演，他就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你。他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，到时候大家只会唾弃你这个小三儿，丧心病狂到连魏明这么厚道的男人都不放过。到时候如果你想反咬一口的话，那就是恶毒女配上位不成，蓄意报复。不得不说，魏明这招未雨绸缪用得挺高的。你不用再挑拨我和他的关系了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你的提议我是不会同意的。你想不想听不重要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清楚，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。其实你已经想到了，只不过是需要别人的嘴说出来罢了。来了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是江喜小姐吗？嗯，是我是我。嗯，谢谢啊。花收到了吗？宝贝，今天委屈你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的。爱你。怎么了？不过这条裙子多可爱呀，你穿上立马就成小公主了。我才不是小公主，我是花木兰。对，你是花木兰好不好？果果好好表现，爸爸今天给你买一个平衡车好不好？嗯，一言为定，赶紧吃，收拾收拾我们出发了啊。果果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还剩了口牛奶，把它喝掉。哦，真乖。妈妈，去度假你不高兴吗？被你看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也不想去。来吧，不说我大话吧。果果不玩了，马上出发了。你不是想验证魏明的真心吗？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肯定能跑第一。爸爸选的裙子不好。怎么了？裙子不舒服是不是？那一会儿妈妈找机会给换了啊。果果，爸爸跟你说啊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争第一的。今天怪爸爸考虑的不是很周到，光顾着让你美了。宝宝，辛苦你了。魏总。嗯，魏总。两人三足现在还差一组，您跟嫂子来吧。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过来。
这游戏咱俩上吧。我有点不舒服，还是你别走呀。没事没事，你听听，大家都在呼唤我们呢，给点面子呗。背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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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那我们上场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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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到三啊！喊到三！喊到三！听口令啊！一、二、三！你怀疑我？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，我受够你了！妈。说好的钱呢？啥时候往家打钱呢？我刚交完房租，我真没钱。江喜呀，江喜，你工作那么些年了啊，你钱都跑哪儿去了？还不如你弟弟呀。我跟你讲啊，工程队的定金我已经付完了，你要是再不打钱回来，那2万块钱就打水漂了。钱钱钱。你怎么就知道钱呀？你关没关心过我的死活？你关没关心过我在江州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被欺负？你吼什么吼嘛？我哪不管你的死活了吗？我让你嫁人，你嫁了吗？都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你都多大了？咱们村的女孩像你这么大的娃都好几岁喽。你呀，就不要挑三挑四的喽，只要家庭条件好。能照顾上我们小海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怎么着？我一个人补贴家用还不够？我嫁人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给你们送钱去是吗？我不是为了你好吗？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你现在呀，就是长得乖，长得好看。等你成了黄脸婆，看谁还要你？到时候还得靠娘家。魏明的话你信吗？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，一方面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，另一方面他是为了防微杜渐。林霜说的对，今晚是验证魏明真心的最好机会。果果，女孩子穿公主裙是最好看的。我就不喜欢穿，就不喜欢穿。果果啊，妈妈现在呢，给你涂一点点药膏，然后马上就不痒了，好吗？这儿是吧？涂一点药膏。老婆，我们得抓紧点了，不能大家等我们。嗯。果果，快点啊！嗯，到了。果果。我们就待一下下，然后妈妈就带你上来，好吗？现在呢，我们来给果果选择一个好看的创可贴，喜欢哪个？我喜欢这个黄色的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太太林霜，林霜，这位是技术部的陈总。好，你好，经常听魏总提到你，啊，今天看到本人了。这是我夫人珊珊。你好，你好，珊珊。你好，好，孩子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大。魏总，我们一起拍张照吧。好啊，拍张照来，我们一起吧，来，带你去我们部门，小心点啊，你也小心点啊，果果小心点啊，哎，慢点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走，我们去那边，来吧，我们部门的精英们，来，嫂子，那个，都带家属来了，对，幸会啊，幸会，幸会。果果啊，没有叫姐姐们吗？姐姐们好，好乖呀，果果。魏总，
来，咱也来一个。幸会啊，嫂子。魏总，嫂子。没带着你的对象来啊？我一直单身啊。果果，魏总，怎么了？我们拍个照吧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吧。来，果果，我们一起拍个照好吗？来。谢谢。走，我们到前面去好不好？我身上好痒。怎么了，果果？哪儿痒啊？再坚持坚持，果果。今天对于爸爸来说很重要，再坚持一小会儿好不好 ？OK。那明，差不多了吧？我带果果先回去了。来都来了，现在要走不太合适。知道你辛苦，是不是你不舒服？果果都已经难受一天了，再坚持一会儿吧。文明，哎，肖总，哎呦，你穿成这样没认出来，这我太太林霜。嗯，你好，你好果果，叫肖叔叔。肖叔叔好。嗯，你好。薇姐呢？明总啊，我觉得咱们 VP 的人选呢，还是早点定，省着大家相互猜来猜去的。行，那我去打个招呼。心思一心一意的用在公司的服务上。冯凯啊，哎，你的工作能力呢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是你的，总归是你的。这方面啊，别太着急。哎，来，林总，这位是我太太林霜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女儿小苹果，叫林伯伯。林伯伯好。小苹果呀，你可真漂亮。伯伯家有一个小姐姐和你一块玩，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和小姐姐玩了。哎呀，太乖了。都说啊，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。魏总，有福气啊。是我运气好，找到一位好太太。哎呀，魏总属实是让人羡慕啊。羡慕什么呀？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开心啊。来，果果，哪里不舒服，妈妈看看。来，这里吗？果果，怎么了？嫂子，我看看吧。是痒痒吗？衣服。都说啊，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。魏总，有福气啊。是我运气好，找到一位好太太。哎，魏总，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？今天穿的挺漂亮啊。啊。他也是你们部门的，对。他怎么现在才来呢？不知道，魏总已经提前知会他，让他别来了。都说了是家属团建，他怎么这么不识趣啊？是魏总不让他来的。嗯，魏总说。江喜来了好，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，团建就应该一起嘛。哦，一个部门的同事。你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我不饿。魏总太太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我喜欢别人叫我林霜。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江喜，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叫我的英文名卡米利亚。卡米利亚。是山茶花的意思吧？哎，我好像记得你以前说过很喜欢这个名字。说过吗？你记错了吧？可能吧。
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来团建的。明知道我老婆会来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就是想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顾家好男人早就在办公室里暗度陈仓了。你疯了！回头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是疯了，可是我不想毁了你，维明，我爱你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，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你。什么爱不爱呢？我他妈会信你啊！怎么，我连爱你的权利都没有了？佳欣，你真的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你听好了，我警告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。安静的他呀，不染风尘，他总挂着泪痕，独自欣赏晨昏。经过无数好奇的路人，谁都不忍心前去过问，清澈的眼神透着一丝冰冷。遇见的他呀，那么深刻，他擦干了泪痕，却转瞬又褪色。生命中看似清静的神，请别用怜惜目光心疼。爱上的眼神透着一种坚韧，泪泛着斑驳，慢慢的微光，享受着